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尊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注重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95页，395页，倒数第七行，上为赞佛，下为法愿。前面所说的是法藏比丘赞叹老师世间自在王如来，我们学完了。这后面呢，是法藏比丘法愿，这个文非常重要啊！我们看念老的记住。法藏比丘于叹佛功德后，他是赞叹啊，赞叹佛的功德之后啊，随即发起广大誓愿啊，接着呢他就发愿，愿自作佛啊。为什么要度众生？实在讲，这个愿是从悲心里面流露出来的。看到六道众生太苦了，要想帮助他们，帮助他们离开六道，离开十法界，那永远不再受苦了。那么要这个愿能落实，必须自己先要成佛啊，也就是自己不能离开六道，你就度不了六道众生；自己不能超越十法界，十法界的众生呢，你也没办法帮助他啊。那么由此可知，作佛原来是为度众生啊，自己作佛建立道场，这就是西方极乐世界愿是佛土啊，没有这个道场，众生没有地方修行，没有地方学习啊，必须要建立一个中心
让十方世界六道十法界的众生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场所。这个场所里面找不到障碍众生提升的啊，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想修行的人不少，障碍重重啊，那里面的障碍是六根，外面的障碍是六尘啊，根尘搅和在一起，他生烦恼，他不生智慧，所以在这个地方修行太难了啊！极乐世界所有一切障缘通通没有，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后面经文会说到啊，普利众生，速成正觉，普遍平等的利益一切到这个地方来修行的众生啊，更了不起不可思议的是底下这一句俗成正觉，成正觉就是成佛，十方世界纵然有环境给你修行，修行的时间很长，有进有退啊，极乐世界修行的时间不长，很快就成就了。原因呢，他那里没有退转的，只有提升没有退转，所以速度很快啊。这些我们到下面经文都能看到，念老告诉我们，盖发广大愿是为至要啊，学佛不能不发大愿啊，啊，大愿就是成佛度众生啊，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如来功德假使设方一切诸佛经，这经历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为尘俗界，这是讲时间，这个时间太长了说不出来啊，极其长远的时间相许演说不可穷尽，设方诸佛如来为我们赞叹啊，为我们演说说不尽的，若于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心愿啊，普贤菩萨是大愿，大愿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啊，华严会上的我们娑婆世界第一个引导一切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普贤菩萨
所以大势至是遍法界虚空界第一个劝人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说初祖啊，法界初祖是大势至菩萨。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现在这个教区啊，第一个劝导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普贤菩萨啊，著名的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就是普贤，所以普贤是娑婆世界的初祖。那么在中国，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那这是在中国首先建立念佛堂，集合志同道合的同修123个人，那这个念佛堂在庐山，江西庐山东宁念佛堂，一百二十三个人个个都往生。成就的殊胜，在中国佛教史上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禅宗不错，六祖慧能大师甚极也是，在能大师麾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43个人，啊，在这个之前往后再没有这种盛况出现了。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盛况？禅宗根性不相同，不是上上根人，不能开悟啊。但是净土不一样，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去，啊，净土成就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真的不计其数，太多了。唐朝时候善导大师在世，甚极一时啊，善导大师告诉我，如来所以出心时，唯摄弥陀本愿海。又告诉我们，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去，在那个时代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往后一直到现在，一甲子之前，是60年前，我们初学佛，老师常常告诉我们，以台中莲师做比喻，啊，是李老师创办的。现在念佛人是60年前，10000个念佛的，真正能往生的，也不过是3-5个人而已。
不是万修万人去。啊，这是什么原因？原因不在法门，原因在我们修学的人不肯真干呐，受不起，经不起现前的诱惑啊，财色名利七情五欲啊，外面有这个四样，财色名利，里面七情五欲，这两项一勾结，往生就产生障碍了。所以念佛的人多，过不了这个关了。我们看了来佛寺海贤和尚的修行，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万修万人去是真的，不是假的。那老和尚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20岁出家，师父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一直念下去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这一句话里头有玄机，什么明白了？我们看他的观点，读他的《咏思集》，这些地方要留意啊。不能随便看过啊，他的师父不是凡人的，念佛真的理一心不乱，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看到海贤这个人是法器，就是修行成佛的好材料啊！要好好教他，他会成就。那法器从哪里看？从人的本性看。你看这个人的心情啊，海贤老和尚从小孝亲尊师，这是世间法啊，他在世间有这种禀赋，在世法里头有大成就，那不念书不认识字也有大成就。啊，那在佛法里头，佛法的大成就就是成佛。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禅宗叫见性。净土宗叫理业心不乱，
将来会得到。啊，得到之后，你什么都不能说。你真的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知道，但是不能说。啊，老和尚听话了，一生守住。到往生都没说了，那可是我们在这个永世界里头看得出来，啊，他给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要会看。那就是说，有一次他跟这些居士们在一起，说了一句话：“我什么都知道。”啊，大家没有在意，什么都知道。这个话是什么人说？明心见性的人才能说。没有明心见性，你说这句话叫大妄语啊！大妄语的罪堕无间地狱这个人老实听话正干，这就是法器。啊，只要有这种秉性，细心观察他，如果能孝亲，能尊师重道，没有一个不成就。啊，而且是无比辉煌的成就，在佛门呢。啊，他说得很好，他住世间是表法的，如果不表法，他说我早就往生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估计他念佛念到功夫成片，老和尚告诉我，你细去看，细心去看。啊，念到功夫成片的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信息给你。啊，会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长。到你命中的时候，佛来接引你往生。欢喜 啊，佛没有白念，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如果他还有寿命，他还不想马上就往生，为什么？这个世界好修行，像爱贤这个样子啊，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给学佛的弟子看，学佛要像他这样，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看啊，像他这样的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得生。所以他向阿弥陀佛请求了好多次，不是一次，
好几次，阿弥陀佛不带他到极乐世界去，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表法给大家看。这个意思就是，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我们要会听，要听得懂，要会看，看得明白。你真听懂，真看明白，那一片光碟永远看不厌，越看越想看，欲罢不能啊。我相信刘素云居士这一些人到现在早已经超过300遍了，一年一天看三遍，他一年一天看五六遍呢，比一般人加一倍。一百天就是五六百遍了。真的永远看不厌，越看越欢喜，越看信心坚固，愿心坚固，往生极乐世界自己有把握。读经没有其如，透不出法味，所以会厌倦，都念不下去。光碟比念书更容易失手所以这个光碟，这个永思机会度无量众生。老和尚住持念佛92年，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海贤老和尚每一条都做到了。我们再往下看底下的文。盖净宗以性愿行为三资粮，净土宗的修行重要的条件有三个：第一个要真正相信，第二个真正想到极乐世界，第三个肯念佛，从早到晚，从晚到早，一天24小时，这一句佛号不中断，默念不出声音心里面只有佛，除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
这个三个条件就具足了。啊，这样念佛的人，心要转，意要诚，态度要恭敬。念多久成功？不一定。弥陀经上，佛给我们透了个消息，七天。前面六个啊，一二三四五六是数字，后面那个七代表圆满，那是个不定数，哪一天功夫圆满，那一天就算是七啊，圆满了啊。什么叫圆满？前的功夫是功夫成片啊。什么叫功夫成片？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心里面没有杂念，没有妄想，这叫功夫成片。这是功夫最浅的，虽然是最浅的，决定往生啊。前面说过，在这个功夫里面，阿弥陀佛会给你信息，你的信息连上了，也就是说你见到阿弥陀佛。那功夫深的，有私意心不乱，有利益心不乱啊。私意心不乱那是菩萨，利益心不乱就成佛了啊。三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三年往生的人多。你看净土圣贤录，你看往生传啊，三年往生的人很多很多，是不是他寿命就到了呢？这个讲不通，不能这个说法，哪有那么巧？念佛三年寿命就到了啊，这是不合乎逻辑的。那为什么三年走了他有很长的寿命都不要了啊？阿弥陀佛来见他的时候，他看到佛了，佛给他说，你还有多久的寿命？我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很慈悲，就带你走了啊。这说明三年达到往生的条件很多啊。海鲜老和尚三年也达到这个程度啊。阿弥陀佛来安慰他，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给学佛的人，给念佛的人做个好榜样啊。所以他三年达到成片，我们相信再过三五年他就提升到四义心，得到四义心再加个三五年，他就得到利益心啊，肯定得到这样殊胜的成就。那么他到离业性应该什么时候？我估计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真的了。
那就是他的师父讲啊，明白了啊，明白了，不要乱说啊，不可以说啊，所以他不讲啊。人家问他，天机不可泄露。那继续住在人间表法，一直到去年一月，表法圆满，他老人家走了。啊，圆满是什么？是给我们念佛人这大众做圆满的证明。证明什么？第一个证明，极乐世界真有，不是假的。他去过啊。第二证明，阿弥陀佛是真有，也不是假的。念佛往生是事实真相，不是骗人的。啊，这是普遍跟大家做证明。那么特殊要给我们现前念佛人作证的，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经本是真的，不可以怀疑。啊，第二个证明，华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人啊，这将近20年，我们采用的经本就是汇集本，就是华念祖老居士的记注。有没有错误呢？没有错误，正确的，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啊。所以他拿到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这本书，这本书弘灵法师10几年来收集资料编成这本书，这本书就是证明汇集本是真经，字字句句是佛说的，没有改动一个字，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真经纯真无妄啊。念功集注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啊。最后证明我们依照这个经，依照这个注解修行，没有错误。他就走了啊。表最后这个法3天之后，那么样潇洒自在就走了，没有生病，没有病苦啊，说走就走啊，没有死苦啊。谁做得到？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他的师弟比他早往生，也是自在。没有病苦，没有死苦。说走就走了，留下
全身是力。啊，坐缸6年9个月，海贤老和尚他的师兄把缸打开，准备给他活化，入塔，骨灰入塔。缸打开，全身完美完好，没有丝毫损坏。啊，连衣服都没有损坏，这金刚不坏身呐！啊，现在全身贴金，供养在来佛寺。肉身菩萨啊，在世的时候没人瞧得起他啊，死了之后留下金刚不坏身，感动多少人啊，都是来在这个现前社会里头给我们学佛人做个好榜样。他们在世的时候都是苦行僧能持戒能吃苦，一句阿弥陀佛，一时一刻都不离开啊，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所以我劝大家，一定要以他做榜样，决定不能疏忽，认真向老人学习，他能成就，我们个个都能成就。啊，既然要成就了，决定要走得潇洒，啊，那就是欲知时知，知道自己哪一天几点几分走。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生病，啊，没有病苦，没有劳苦，没有思苦，这个自在潇洒。啊，就凭这一点，就令人生起仰慕之心。心里面对这个法门服了，不再怀疑了。那这是我们一定要学的。底下引灵峰大师的开始。灵魂讲：“欧耶大师，我们净土宗第9代的祖师，啊，他说，非信不足以起愿，非愿不足以道心。这个心愿心，它有3个阶段。”首先要信，不信你这个愿发不出来啊，这个愿是愿生净土，净土太殊胜了啊，
一个殊胜的就是寿命，生十方世界寿命都是有限的，往生到极乐世界寿命是无限的，无量寿啊，是真无量寿，不是假无量寿。那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这个无量寿不是我们自己修成功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换一句话说，无量寿命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我们在那个地方好好修行，证得无上菩提了，那就变成真无量寿了。没有证得之前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像海鲜老和尚，我认为他老人家的寿命应该是七老八十，不可能是一百多岁，那一百多岁寿命是阿弥陀佛加持的。那阿弥陀佛要留他在世间表法，到他任务圆满的时候再接他到极乐世界去。任务圆满就是见到这本书，啊，他不认识字，信徒把这个书带到来福寺，他问大家什么书，人家告诉他这本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僧，他听了之后非常欢喜，如获至宝啊，赶快穿袍大衣拿在手上，主动要求你们大家给我照一张照片。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人给他照相，那照了张照片第三天就走了。表法圆满了，啊，这都是阿弥陀佛亲自安排的。啊，我们要感阿弥陀佛的恩呐，所以要相信，不能有丝毫怀疑，要发愿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真正有信有愿，这一句佛号就不会中断。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们，常念这一句佛号可以消灾啊，可以积德积福。那我们希望自己有福报有智慧啊，这个地球上灾难很多，这一方人念佛，这一方人没有灾难，
多多劝人念佛，多多的劝人劝人学海鲜。啊，这几天还有人问我，中国会不会有灾难？我告诉他，中国不会有灾难。他说什么原因？学海鲜的人多了，学海鲜的人多，这地区不会有灾难。啊，这个光碟，这个小册子，喜欢看的人这么多，这么多在这里，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纵然有灾难，很轻，不会严重。我们对这个要有信心的。啊，这是我们从念佛修行上感应来说。啊，还有一个我们一定能想到，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老祖宗千万年来世世代代都是积德了，《易经》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老祖宗没有像中国老祖宗这样善良啊，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我们今天把老祖宗丢掉了，不过200年了，时间并不长了。现在把老祖宗召回来，好好忏悔孝顺，灾难就都消除了。啊，我们要有信心，其他国家地区没有啊，真的没有，在历史上找不到。啊，换句话说，地球真的发生灾难，其他地区严重，中国这个地区比较轻。啊，这是我们的肯定的啊，真心念佛求生净土，这一生所处的环境全是阿弥陀佛安排的。我们省心省思，不要去想啊，随遇而安，什么都好啊，平平安安度过这一生，将来往生到极乐世界去。这是我们修净土终极的目标啊。啊，所以信愿比什么都重要。这个法门，诸佛如来都称之为难信之法。难信能信，说明我们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啊，每一个真正往生的人，佛在大经上都说，那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遇到了，又遇到这个法门，会得到无量诸佛加持你，所以你不怀疑，你能相信，你真正想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可以圆满你的心愿。下面，清朝兴安法师说：“修行即悟啊，立愿具现。”那修净土的法门，首先要发愿。那发愿，愿生净土。愿力则众生可度。心法则佛道堪成，这两句来佛寺的三位大德都给我们做了证明。他们发愿，他们度众生往生之后，他们一生的修学传开来了，影响多少人多少人对经中怀疑的，看到这三个人疑心断掉了，信心愿心发起来了，这就是众生可度啊！自己心一发了，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到极乐世界就是佛道成就了又说：“愚之故知，愚学如来成。”净宗不是菩萨成，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净宗是一乘法，一乘就是如来乘，乘佛不是乘菩萨。在佛法里面，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法，而且快速，决定一生成就。因为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具足一切诸佛如来的德号，你念这一句佛号，一切诸佛如来统统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念这一句佛号，同时一切诸佛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都在这一句名号里头也是一样的不漏，究竟圆满，再找不到第二个法门了。我们遇到要知道庆幸的，太难得了，我们在这一生遇到了，遇到决定不能够放弃，要把它抓牢，牢到什么程度，一分一秒都不放弃。一秒钟可以念一句佛号，这一秒钟当中不是佛号就空过了
来佛寺的这三位大德，他们是分秒必争的啊，分分秒秒里头通通是阿弥陀佛，所以他们有这么高的成就啊，这是我们要学的地方。你学会了，你将来肯定跟他们同样的果报。所以欲学如来乘，必先具法菩萨愿，不可缓也。菩萨就是度众生，菩萨能舍己为人，菩萨宏愿无过于渺渺不舍阿弥陀佛。你念这句佛号，自行圆满，化他圆满。那你要不相信，看海贤的光碟，你能看上一千遍，你去想想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我劝同学学一年呢，一天看三遍，一年就是一千遍。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能看一千遍，海贤所表的一切法你全看到了，你真的相信了。所以这一桩事情不可缓，从现在起就要真干啊。下面这一段为愿求自觉觉他之德，为觉他故，首须觉己啊，自己要觉。求自觉者呢，断为觉他。我为什么要求自觉？只有一个目标，一个目的，希望我能够觉他，教化众生，令一切众生都能觉。啊，所以下面的偈颂啊，是发愿，分六个小段。第一个小段，愿身同福。请看经文：愿我得福，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前面两句是法藏比丘愿意具如佛利他之心得，佛的音声好啊！啊，音声是用来说法的，所以首先求自己的音声像佛啊，愿得如来清净之身。那清净者无恶心之过失，离烦恼之垢染，这叫清净。那言语没有恶言，
没有过失，没有烦恼，烦恼中国人讲的七情五欲，那就是烦恼啊。七情里面包括喜怒哀乐爱恶欲，欲是欲望，这个东西有一样心就不清净了啊，它是染污。我们怎样离开烦恼？心里面有阿弥陀佛，烦恼就不见了啊。烦恼要不要刻意去断它？不需要。心有弥陀，烦恼就不见了啊。一秒钟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不可能有一个烦恼进去啊，秒秒都是阿弥陀佛，有烦恼进不去。念久了，烦恼自然不见了，清净心现前。啊，本经的经题告诉我们修行三个目标，第一个是清净，第二个是平等，第三个是求。清净，你念佛功夫得力了，把烦恼念掉了，把染污念掉了，烦恼消沉，见思烦恼，见惑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那这其中戒取戒，见取见，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成见啊。某人成见很深，自以为是啊，而不知道这些见解全是错误的。似乎贪嗔痴慢疑，根本烦恼啊，无始劫以来到今天，习气非常浓厚，不容易断啊。见思烦恼能断掉的，这个人就证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精神的清净。有贪欲不清净，有怨恨不清净，有愚痴不清净，有傲慢不清净，有怀疑不清净，那七情完全是从自己从内向外发的啊，欢喜啊，喜，第二个怒，
跟习相反的，怒是发脾气。啊，爱是悲哀，爱是贪爱，欲是财色名食睡，叫无欲。这个全是染污，够染的。海鲜老和尚怎么断的？我们看来福士、来福士的三圣，海鲜的母亲跟他的师弟海清，三个人都是用一个方法，佛号。专念佛号啊，海鲜老和尚常常叫人：天下无难事，真无难事，只怕心不专。那这一句佛号，只要你专念，不要有夹杂。那我还要学很多东西，我怎么转法呢？学习经教，学习课程，把念佛放下，专心学经教。啊，学完了，下课了，书本合起来了，佛号就提起来，不碍事啊！啊，这是学经教。如果不是用意念的，啊，是用劳力的，那根本不妨碍啊！啊，像海鲜、海清，他们都是用劳力修苦行，啊，田里面耕种，他佛号不见得。啊，你看到的工作，工作时间长，不累吗？忘掉了，他在念佛。那他心里在念佛，身体在工作，不碍事啊。啊，所以我们要会用，会用时间，啊，让他互相不发生冲突。自己又不觉得累啊，因为他没有想到在工作，工作成了一个习惯，像机器一样，他自然在动啊。心里面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佛号不中断了。生活穿衣吃饭，要问他告诉人我在念佛啊，上树修理树枝啊，也告诉人我在念佛啊。田地里面工作，大太阳之下，太阳没觉得热，他在念佛。念佛功夫不间断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我们再往下看，立烦恼之苟染，这叫清净。见思烦恼断了，清净心现前。啊，这个清净心就是阿罗汉所证得的。啊，证得清净心了，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升起了，生方便有余土。
方便有余土里头也有三品，上中下三品。啊，经体里还有接着平等，平等是菩萨所证得的，比清净高。啊，那我们知道，平等心往生是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的上品，清净心是中下品。啊，没有得清净心往生的，是凡圣同居土。如果是觉了，觉就是开悟了，明心见性，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师说，明白了，明白就是觉，觉生极乐世界十八土。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佛。是真的，不是假的。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往生的，四十八愿里面告诉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是什么意思？圆满证得三种不退。叫阿惟越智。那说一句好懂的话来说，明心见性才是阿惟越智。啊，极乐世界无比殊胜，就是凡圣同居土里面的人也是阿惟越智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因为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啊，有没有四徒三辈九品呢？有，虽有它是平等的，这就不一样了。诸佛刹土里头有不平等，是有差别的。极乐世界有是平等，怎么平等？阿弥陀佛，平等价值。所以往生就得到啊，得到就起作用啊。啊，起什么作用？就能分身到十方世界，帮助有缘众生，为他们现身说法，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就有这个能力。这多快啊！可以说自己成就跟度化众生几乎是同时能做到啊。啊，这是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即净土无比的殊胜庄严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像老和尚常说的，常常提醒大家的，好好念佛，
是真的。念佛往生就是成佛，不是假的，其他的全都是假的。这个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不要被这些假象欺骗了。干真的，信愿持名，往生是真的。啊，好好记住六个字：信、愿、持名、往生。这下面说：“愿我如佛，能宣无过，没有过失；立垢，没有染污。”啊，这发音呢、啊，这个我们要记住，要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语没有过失。那的言语是无量功德啊，没有染污，普及无边各国之界啊。这个界大乘一章里的说叫界别，别是分别差别啊，分别差别，这叫界，诸法性别，故名为界啊。一切法性质不一样啊，譬如戒定慧三学啊，戒有戒的界限，定有定的界限，慧也有慧的界限啊，都有界限。只有佛能够普及无边界，任何界限他都不障碍。佛能做到啊，菩萨就不行了。菩萨跟他平等，比不上他的，他能教我，跟他平等超过他的，他就不能教化别人。啊，所以法愿一定要成佛，成佛才能普度九法界众生。这个九法界第一个菩萨法界，那菩萨到等觉菩萨，你都有能力去度他，这就对了。那所以法印普及无边界，普度十法界一切众生。俗语中，国界人士啊，这个界字跟上面意思相同，由是可知，普及无边界，即是遍于一切。佛，诸佛如来，
有这么大的能量，那遍法界虚空界，他在那里宣说诸法没有障碍，那他说什么呢？宣扬戒定精进门，这是菩萨利益众生的教化的过程。这下面他还有解释，戒者呢以差别为一，事物彼此能持自相，差别而不会混杂，这叫戒。俗语中，各界人士，此戒一举上义，由是可知普济无边界，就是便于一切。第三句，宣扬戒定精进门。这一句宋义，在唐义是演说世界诸法门，忍辱精勤即定慧。唐语文比较详细，宣说六度。那么这个地方只讲戒定精进，还是包含着六度啊，不是持戒、忍辱、禅定、精进、般若。意思都记住啊，唐义的六度都说了。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六度讲全了。汉译也如之。今宋译叫六，盖以戒定精进三度，就包括其他的三度了。那么此下面幕后这一句，通达甚深微妙法，此法即十方佛赞，持名念佛，无上甚深之法。念了这个解释，我们要把它记住。一般人看不到这个地方，他老人家看到了。甚深微妙法是什么？就是十方诸佛都赞叹，没有一尊佛不赞叹。赞叹什么？赞叹持名念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是无上甚深之法，太难得了。一切佛法当中最超胜的大法，不是小法。这四句偈，法藏比丘愿法音入佛。他说法的音声跟佛一样，广宣六度的妙心，对一般大众
那教的什么？就是这六个扣，教你布施。布施是什么意思？布施就是放下。众生没有不迷于财色名利啊！佛告诉我们，生财有大道啊！啊，一定要知道财从哪里来。命里有啊，命里没有别求，为什么求不到？古人懂得这个道理，相信因果，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那么今天人拼命去求，不择手段去求。求到了，那跟古人讲的有没有违背了？没有。为什么？他命里有的，他命里没有，求也求不到。啊，求到是命里有的，你何必求？啊，不求怎么样？他自然来。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初学佛的时候还没有出家，老师张安嘉大师，我们第一天见面他就把这个教给我，啊，老人很厉害，会看人，看我命里头没有财富啊，算命的是财库空空啊，没有财啊，那么这一生生活非常辛苦，而且什么短命，寿命只有45岁，我非常相信啊，遇到佛法了，遇到净宗法门了，我必须在45岁要把念佛功夫搞好，死了之后能到极乐世界。啊，老师叫我，前世你没有种因呢，这一世你没有果报。啊，那怎么办呢？赶紧修啊，把它补起来啊！啊，怎么补？财布施。我说我没有财能布施啊。他问我一毛钱有没有？我说可以，一毛钱行。一块钱行不行？一块钱啊，可勉强。啊，老师叫我。你从一毛一块布施，而且要有布施的心，这个很重要。这心是活的。那一毛一块怎么布施？因为学了佛了，常常到庙里去听经，庙里有人印经，拿个纸单子写名字捐钱，啊。一块5毛都行啊，都行，我们就这样子借助这个机会，还有放生啊，放生也有人热心的人，每个人拿到个小本子来，
捐献，那我们就从一毛一块学起啊，那知道布施的重要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三样都干啊。虽然数目很小，功德很大啊，不知不觉啊，半年一年之后，收入就增加了啊，增加的这块都不是了啊，自己的生活还是非常简单啊，养成一个习惯啊，戒戒啊，尽量让多余的去做一点好事啊，随我的寿命延长了，45岁那一年生一场病，一个月啊，一个月就恢复健康了。我这一生的事业，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他叫我去读释迦谱、释迦方志，告诉你学佛，首先你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你才不至于走错路啊，这是很正确的啊，读了这两部书知道了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学啊，他19岁出家，他是王子，舍弃王位，舍弃宫廷里面富裕的生活，去做苦行僧，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喜欢广学多闻啊，完全实现的知识分子啊，这跟我们呢就对好了，我们也是喜欢广学多闻啊，但是他30岁回头了，印度所有的宗教所有的学派他都去学过啊，认为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啊，在菩提树下入定，入定的时候开悟了啊，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教学啊，在落叶园教五比丘，乔成儒尊者证阿罗汉果啊，三宝具足了，79岁过世，一生讲经300多回，说法49年。他是什么身份？他是个社会教育家了。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个社会教育家，他是不是宗教的？不是宗教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佛教没有
啊，佛教称佛，佛什么意思？觉悟的人，佛翻作觉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叫成佛。所以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见性，别人都称你佛陀啊。所以佛陀、菩萨、罗汉，在佛教里头是三个学位的名称啊，最高的学位是佛陀，第二个是菩萨，第三个是阿罗汉。像大学里头，博士、硕士、学士，学位的名称，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所以《大乘佛法》里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有佛性，就自然能够成佛。它是平等的啊，真的平等。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它，不要把搞错了。释迦佛在世，学生众多，学生里面有16个，当时的大国国王，16个王，一生没有道场，万缘放下。很有道理啊，有道场就有麻烦了啊，是没有道场啊。我学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搞道场，人家供养我的，我拿去做好事，替他做好事自在，一生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你说多自在啊！一管就被染污了，你的心就不清净了啊！老师，我见昭觉大师第一天就叫我看破放下，看破了解事实真相，这叫看破放下，决定不受染污啊。修佛修什么？清净平等觉，就修这个心地清净平等，觉而不迷，这就叫佛。那清净平等就没有达到圆满，是菩萨。啊，所以清净心现前是阿罗汉，平等心现前是菩萨，觉而不迷就成佛了。啊，修行的目标写在经题上。啊，清净平等觉的果报是上半句，大乘无量寿庄严，叫果报。果报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啊，大乘是智慧，圆满的智慧，什么都知道。无量寿是德行啊，一切德，第一德是寿命，没有寿命的那个德都不起作用，就无量寿是德了啊。庄严是美好
事出世间，一切美好都集中在极乐世界。啊，十方世界好的，极乐世界全有；十方世界有缺陷的，极乐世界没有。它是集一切诸佛真善美智慧，这大乘啊，怎么修来的？是阿弥陀佛到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考察啊，去观察，取人之长，学人之短，来建造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就变成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最美好的，那真的是究竟落啊！我们要放下六道轮回，是究竟苦，只有苦没有乐，要看清楚。极乐世界只有乐没有苦啊！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知道趋势，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啊？这个世界人事物都得到设方发展，特别容易去，一点都不难，只要你真心真想去，佛号不中断，你就成功了。年岁老了，老了也来得及。第十八愿佛说的好啊，临命终时遇到善知识劝你，你就能接受，你就能生欢喜心啊，你就肯念想生极乐世界，生念一念，佛都来接引你。这就是说明，没有一个人不能往生。那你不愿意去，那就真的不能往生。你对他有怀疑，怀疑会障碍你往生。决定不能怀疑。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法一句佛号念了92年，日夜不断自在往生他说得很好，他要不是表法给人做个好样子，早就往生了，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有理由相信，法藏比丘愿法印如佛，广宣六度。六度学好处太多了，人天福报都是修来的见性那是另外一说，见性是自性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德相统统现前没有明心见性，这个福报是靠自己修来的。三种布施重要不可以吝财，吝财的人财富有限，吝法的人聪明智慧有限，
啊，对无为布施吝啬的人，寿命不长。啊，所以在这个时间，财施得大财富，法施得大聪明智慧，无为施得健康长寿。啊，你要真正明了，真正肯干，自己修，自己得到。啊，而且非常明显的感应之快，不可思议。啊，大概什么时候你能体会到？6个月就有很明显的效果。啊，时间越长，永远不变，这就积累下来。持戒、忍辱，啊，持戒能得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那不持戒没人欢喜，啊，戒只要抓到无戒是善就够了。啊，这一句佛号，三句境界通通在佛号里头，所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不违背无戒，不违背舍善。啊，你到任何地方都会受到人欢迎。啊，持戒之后是忍辱，啊，忍要能忍，忍辱是大德，啊，能忍才能精进，不能忍，没不会有进步。你停在能忍才会勇猛精进，精进才能得定，那定生智慧，这个是佛教一切菩萨从初发心到地上菩萨，佛不但教，佛还身体力行，做榜样给大家看。啊，下面说，心作心事，明自本心，摄自本性，皆当成佛度生也。啊，开头这四句，求觉他之德。啊，觉他必先自觉。啊，先足是事先作佛，事先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自己的真心。我们现在所用的是妄心，妄心有念头，真心没有念头。啊，所以定接近真心，甚深禅定，真心就显露出来了。真心里头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不从外面求，自己完全得到。这个要相信。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中国老祖宗知道，告诉我们：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要不要人给你讲解？不需要。念上1000遍，开悟了。
这书里的讲起什么全明白啊，然后怎么样讲给老师听，老师给你印证，没错，你是真的觉悟的，真明白了啊。所以老师教学生不讲的，学生悟了之后就问老师，老师给你印证啊，你觉悟到什么程度，你一说老师晓得啊，你还继续努力，悟入的深度没有止境，一门深入啊，一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这叫什么都知道了。这一种教学方法在200年前中国非常普遍，儒释道都用的方法，现在学的西方科学方法把中国老祖宗方法丢掉了。科学方法是知识，不开智慧，它不用界定慧啊。古老的中国2000年前佛教传到中国，佛教把界定慧带来了，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啊，在中国流行了2000年了，世世代代都有圣贤人出现现在没有了，方法搞错了，学得很辛苦，不开智慧，只能学到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的，知识有后遗症，跟智慧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学佛要求智慧，有智慧自然有知识，有知识没有智慧，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